这次是在 Toyota 租的，直接到官网上面可以选中文，不会日文也可以轻松租车哦。接着在这边搜寻租车地点，在上面输入租车跟还车的日期跟时间，然后可以选择适合的租车店铺。右边这里可以看地图，选好后按选择地点，然后按搜寻车辆，就会跑出来可以租的车子了。因为我们行李箱会寄放在饭店，所以选小车就行了。选好车之后会进来加选配项，因为我们会走高速公路，所以加买 ETC 卡。保险建议买双重方案比较安心。接下来就输入一些基本资料，然后驾照这边记得选择台湾，这边可以选导航的语言，因为我们会日文，所以选日文的。最后按预约就完成咯。Thank you.
フルーツのいちごですね。